前傳啦，丹尼爾卡華積，馬高華拉提撳腳地波入嚟，好嘢啊！啱先話失咗個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 ，OK 啊，都值得試下嘅。唔好話你啊，我都以為呢球波入嘅，爭少少。丹尼路雷斯，好，而家一個傳球。門將反應真係快過只貓。迪馬利亞，向側翼傳波，迪馬利亞，丹尼爾卡華積試下壓埋去啦，橫傳，跳高一跳，入咗，係攞到領先嘅一球。無論傳嗰腳同埋頂嗰下都係完美嘅。呢個波咧，佢頂得咧係好硬嘅，所以咧能夠控制到入波嗰個方向，會唔會完全冇得救？利物浦喺呢一場比賽領先緊啦。哦，上半場完啦噃。真係估都估唔到場波會咁樣發展嘅。不過以波論波咧，呢場波確係好波嚟嘅。下半場快啲開波啦！上半場啊，兩隊博取，你一拳我一拳，兩隊咧相差一球啫。里面咁多自己有都唔俾喎，难怪入唔到啦。你下半场出嚟就搏咯，睇嚟呢个半场应该都几激嘅。托尼，迪马利亚，马拉提传去侧翼，呢个直线靓啊！到個波仲有時間，呢個波危險啊！夠睇頭啊！乜佢肯定係對手後防嘅眼中釘，好難搞嘅。個波而家喺沙迪奧文尼度，一下回傳，邊度會追到呢球波啊？多個距離咧，就要把握得再好啲。馬車路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華拉提試下接應啦。
跳到盡頂呢一個波，嘥太多時間啦，結果咪嘥埋個反擊機會咯。特擊呢啲嘢咧，速度就係一切，咁你冇速度啦，自不然就冇機會啦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向住側翼，彈出底線，角球嚟嘅。好快咁向前傳，呢次進攻咧俾人阻止咗啦。迪馬利亞試下挑個波入嚟，起古恩射入，呢球靚啊！哇！領先兩球，幾難俾人追到啦。啊，佢呢一下射門睇嚟好似不費吹灰之力咁喎。嗱，呢球幫佢示範俾你睇啦，窩裏抽射唔係話淨係靠大力嘅，仲要咧係攞個波攞得準，個準程度啊！利物浦領先兩球，成場比賽喺佢哋掌握之中啊！而家呢隊波已經掌握曬個形勢，話曬事啦，咁都唔使身身有運啊！追到差一球咋，傳波同入波都係冇得提嘅。嗱，佢頂呢個波嘅時候咧，佢夠曬果斷啦。結果咧，對手唔夠佢爭。呢場波真係越嚟越好睇啊！馬車路試下長傳，梅頓斯喺左翼嘅傳速穿過去，個波向前傳，但係以卡華積。太年輕啦，急得滯啊，嘥咗個機會。斯華、馬塞路一腳長傳向前，胡頓斯、普巴、普巴傳個高波，有機會入波。好巴射入，哇靓波啊！哇！好清脆嘅射门啊！嗱，平时夹开咧，一斩一射咧，做得到都唔奇嘅。不过仲要对手咁啱冇人掹佢咧，咁先至完美啊！利物浦零迪马利亚，咁就送个罚球俾人，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云耶马。前場方向嘅長傳，好巴個波向前傳，好而家一個傳球，射門啊！辛辛苦苦啊追個波翻嚟，不過最尾又塌咗 Q。
玩死啲防守咩？佢喺个防守中间揾到条线路入射，靓啊！文尼，咁样嘅传波唔得噶。马斯路，呢个系界外球。马利亚向住侧翼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迪马利亚可以解围啊！做一个非常之困难嘅情况 ，Kimena 点样总结今日呢一场波咧？今日呢队波咧真系抵赚，好勇敢啊！佢哋吓，对手已经够硬净啦，但系佢能够同对面咧硬碰硬，值得赢波啊！好啦，节目时间够啦，我伍家谦同我嘅拍档 Kimena 咧一齐同大家讲声晚安。Thank you.